大家好，在这期的如何使用系列，我们会教您如何在 Health Hub 管理您的健康手册和药物。今天的学习目标是如何管理您的健康手册，比如免疫接种、药物和健康风险评估。点击健康手册。在免疫接种的部分里，你们能查看您的免疫接种资料，比如新冠肺炎免疫接种或其他的免疫接种。想要查看免疫接种记录，点击已接受的免疫接种。在这里你能查看日期、地点和免疫接种的类型。如果想要保存免疫接种的资料，点击下载 PDF， 然后只要载屏屏幕上的文件，就能把它保存在手机的照片库。这是我免疫接种资料的例子。如果您在私人诊所接受过免疫接种，需要通过 NIR 来查看您的免疫接种记录。接下来您也能查看药物资料，点击药物，然后你就会被定向到处方记录和药物列别。点击处方记录，就能查看您过去12个月的药物处方资料，这样就能方便地管理您所需要的药物。您也能查看你预约医生的日期、哪个诊所和医生所配的药物。在这个例子，点击一个处方记录，现在页面上会显示处方资料，比如药物名、几束药片和敷药时间。接下来你也能查看您的药物类别，这里会显示你长期需要服用的药物。点击药物类别，黄色的标签会显示你所服用的药物类型，你也能设置敷药提醒，就能定时吃药。在这里我没有所需要服用的药物。点击加号按钮，就能创造自己的敷药列别。你能选择自己输入药物类型，或者从你的药物处方记录挑选。点击进入，然后打击药物名、剂量、敷药频次和其他你需要填写的资料。之后您就能设置敷药提醒，你能输入敷药时间，然后 Health Hub 就会在敷药时间提示你。在快过期药物的部分，你能查看已过期、到期或没有敷药提醒的药物。另外一个 Health Hub 的特征是健康风险评估。在这里你能查看你如何需要进行健康检查，你也能查看有哪些健康检查的补贴和他们的总消费。这是一个例子。问答时间、创造药物清单的方法是什么？请在下面的评论区回答。本期视频就到此为止，记得关注下一期，我们将教你如何用 Grab。